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彩棠与蔷薇的幻色颂，交映现实与猫妖魔鬼怪快离开那西达过生日，花神登记元神 5.1 活动攻略。交映现实与梦第二关，妖魔鬼怪快离开。这关是要找漂浮起来的物品。前方的石狮子，右边的箱子，距离不够。树桩旁边的石狮子，左边上台阶，也是石狮子。右边破棚子里，箱子。左前方树桩后边，石狮子。回头，地面边缘的石狮子。前方破房子内，石狮子。完成，求个点赞呀。